大家好，我是蔚来汽车战略新业务数字系统的架构师蒋旭辉。大家好，我是华为云计算的云原生开源负责人王泽峰。今天呢，能够很高兴的在这里，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云原生领域全新的落地案例，如何把云原生的技术用在电动汽车里，通过云原生来加速电动汽车软件的创新。蔚来呢是一家全球化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于2014年11月成立，致力于通过提供高性能的智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验，共创可持续和更美好的未来。蔚来坚持核心技术的一个正向研发，建立了由12个领域的技术站构成的一个蔚来技术全站。具体到我们的数字系统，主要有三个业务方向。一个是负责整车的一个功能架构设计，第二个呢是负责整车的智能网联功能相关的开发，第三个是负责整车的一个集成测试。我们团队的侧重点呢，其实是在车端的软件开发，开发的功能呢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汽车的传统业务范畴，但是呢传统的业务在新的行业变革里呢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挑战。具体来说，硬件基础其实决定了一个软件的形态，随着车载算力的一个不断增强，车端软件的数量呢也在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这张图呢其实是博士2019年提出的整车电子电器一个架构的演进图。当前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已经有一部分达到了一个 3.0 的时代，即区域控制器和中央电脑为主宰的一个时代，在向车云计算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了，有一部分功能呢其实已经实现了一个车云协同。整个基于 3.0 架构呢，其实汽车行业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软件定义汽车。软件定义汽车其实是 SOA 架构和中央计算单元的一个架构的结合体，其中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中央计算单元。当前的中央计算单元其实已经融合了座舱、网联和智驾的一个能力。在我们规划整个中央计算单元的时候呢，一开始其实就把云端的能力当成了我们整体平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一个车云一体化的设计。那像我们数字系统团队呢，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负责了一个智能网联和工具链的开发的部分。在智能网联的一个研发环节呢，其实当前的环境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和一些变化。第一个是软件的一个研发周期开始变短了。汽车的换代时间由以前的8年左右，现在到提高到了现在的大概1年多。然后呢，随着软件的一个比重的增加呢，其实交付后的一个更新呢，已经也成为了一个必须项。同时呢，一个汽车除了一些硬件化的差异配置以外呢，其实软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差异化。为了实现一些软件上的一些千人千面呢，其实也需要平台提供一些定向推送的能力。而另外呢，像我们的测试方法也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传统的汽车厂商呢，其实作为一个软件集成商，它做的更多的是一个整车的一个功能集成测试。现在呢，汽车厂商的一个软件自研能力现在也在提高，测试的复杂度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那这些变化其实也带来了测试上面的一些成本的挑战。那前面提到的中央计算单元集成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像跨领域的团队协作呢，现在也是越发的频繁了。像车和云之间网联和智驾还有座舱团队呢，它的一些交叉协作现在是越来越密切了。同时呢，汽车的一个软件开发呢，现在也在引入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模式，由传统的 V 字开发模式呢，现在转变到了 V 字模型和敏捷开发混合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云端软件在整个云平台的部分大量的企业包括像蔚来汽车都已经拥抱了云原生，应该说享受到了整个云原生的平台和生态的巨大好处。而在车端的软件平台而言呢，其实拥抱云原生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们利用容器的镜像的分层的技术，可以方便的去做好软件的依赖的管理，去解耦开发和维护之间的配合的问题。那么像整套的平台技术站，它的灵活的编排和这个动态部署的能力，可以很好的解决车端软件之间的部署运行的依赖问题。而我们知道，其实像 Kubernetes 它的
应该说它的解耦的可扩展性做的也是非常好的。而从生态的维度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整个的云原生的技术栈大量的基于开源软件来去构建，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厂商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他们的互操作性很强。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中，已经有大量的从业者和人才可以很快速的去帮助像汽车软件这样的行业去加速他们的业务创新。但是呢，其实如果将现在的云原生技术栈呢原封不动的搬到车上的领域呢，其实还存在一些挑战啊。第一个，像车端的一些算力成本其实比云数据中心和消费电子其实都要高很多的。车上呢其实是一个车规级的一个芯片，那汽车的一个接入数量呢基本上都在数十万到数百万的一个级别，然后对于平台本身的一个管理规模呢，其实它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还有呢，是汽车的网络环境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它经常处于地下室、隧道等等的一些无网络环境，或者它本身的一些高速移动的状态呢，其实也会表现为网络上的一些高延时、高丢包的一些现象。我们在经过大量的技术选型和调研以后呢，后面我们发现 CubeEdge 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解决这些挑战，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以 CubeEdge 来作为核心来构建我们的车云协同系统。那作为一个专为云边协同开发的平台，应该说 CubeEdge 其实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各种各样的边缘场景的它的特殊性。我们使用Kubernetes 来作为控制面，并且将CubeEdge 所有的增强能力也通过 Kubernetes 原生的 API 来提供，这样可以呢最大限度的去帮助用户融合原本已有的云数据中心与现在的车的边缘的生态。那么在边缘的受限环境中呢， CubeEdge 其实在完成自身轻量化的基础上，还提供了用户自定义裁剪的功能，方便用户去适应它不同的资源的需求。并且呢 CubeEdge 提供了节点级的元数据持久化，可以很方便的去实现业务和应用的离线自治。CubeEdge 在云和边缘之间，其实它提供了双向多路复用的消息通信的通道，来去替代原来的 Kubernetes 节点和它的控制平面的连接，这样呢可以很大程度的去放大 API Server 的连接数，来去适应大规模以及弱网环境的这样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蔚来汽车其实是如何利用 CubeEdge 来解决这些挑战啊。蔚来其实在这边呢引用了 Kubernetes 加上 CubeEdge 作为一个我们的整个技术底座，来构建了整套的一个车云协同平台嘛。在整个方案中呢，其实最基础的环节其实是车端应用的一个容器化。有了容器化的一个分层依赖管理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运行环境提供对应的基础镜像。那借助镜像的一个屏蔽，借助镜像呢来屏蔽底层的一个环境差异，而且这项呢也有助于一个团队的一个分工协作。那基础设施团队呢，它只要可以很方便的一些管理环境依赖，然后应用开发团队呢，它可以聚焦于应用开发的本身，实现一次开发到处运行的一个效果。在完成容器化以后呢，我们也在车端引入了 CubeEdge， 将车端的容器应用呢也纳入到了 API Server 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CubeEdge 给车端带来一个容器应用编排能力的同时呢，它本身的资源占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并且启动的时间也是非常少，所以它也是可以满足车端的一些软件的使用场景的一些需求啊。同时借助了 CubeEdge 的一个离线自治的能力，我们在弱网或者断网的环境下呢，其实车端软件也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运行和一些故障的恢复能力。那么在量产车型大规模接入的这个场景中，其实我们需要实现高出传统云数据中心好几个数量级的节点接入的规模来，并且呢还要去应对节点它连接的这种潮汐效应的问题。在 CubeEdge 的云边通信机制中，配合车端的持久化存储，我们实现了全时段的增量的同步机制，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降低车子在启动以及像断连恢复的这样阶段的
对网络的冲击，并且呢可以优化它在车子与网络去连接和同步状态过程中的持续的开销。通过云边双向多路复用的这个机制呢 QBridge 突破了API server 的连接数，我们可以动态的去让边缘的汽车去找到最适合接入的点来去实现大规模的边缘的汽车的接入连接。那QBridge 呢其实它将Kubernetes 的像Node Pod 等等资源在边缘在车端运行呢也实现为Kubernetes 原生的 API， 屏蔽了车端与云端资源管理的差异。对于业务系统来说，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去管理车上的容器应用，而不需要感知这些的应用和资源在不同环境下应该如何部署等等具体的一些细节问题。刚刚介绍了一个我们平台的一个整体方案，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未来在上面的两个实际的落地场景。第一个呢，其实是电池汽车上面的。新能源电池呢，其实一直是用户比较关心的重点。未来在电池安全和电池健康方面呢，其实也一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做了一个更优化的体验。除了电池本身的一个技术演进之外呢，还运用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来预测和分析电池的健康程度，从而优化一些电池策略，提高电池寿命的一个效果。那在具体在工程侧呢，由于成本和一些网络的限制呢，数据分析团队呢需要将车和云端的同时的算法结合，来达到一个最佳效果。边缘的算法其实是部署在车端，做一些特征提取类的功能。然后呢，云端呢，其实做一些时间序列的一些数据分析。那基于这个场景呢，其实我们也是创新性的使用了云原生技术，在整个算法的开发阶段，算法开发的同事使用容器化的方式，为我们的边缘计算的算法做开发，然后最后呢，统一使用一个容器的镜像打包，通过 K8S 去部署。然后在开发完成以后呢，到了工程验证阶段呢，算法团队只需要去切换一些依赖的一个基础镜像，就可以将边缘算法容器应用呢批量的部署到一些我们的工程车辆进行一个算法的验证。在整个验证通过以后呢，整个算法的主体相当于算开发完成了。那算法团队呢只需要根据目标车型替换对应的量产的一个基础镜像，就可完成一个量产包的制作。整个它在过程中无需关心车端的一些运行环境、系统版本这些细节的问题。我们除了在工程开发这样的方式想用一下云原生的技术呢，其实我们在测试的软件测试也引入了一些云原生的能力，来构建了我们整个车端软件的一个测试管理平台。车端的其实测试呢它有三种类型。第一个呢是 daily build 的阶段，我们主要是一些在云端运行一些测试用例，主要是做一些软件接口层级的一些日常测试。还有呢是零部件集成的一个测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在测试台架上运行我们的功能测试。还有一个是到我们的整车集成阶段，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在实车上去运行一些我们的测试用例。在过去呢，其实我们的测试台架资源啊，主要是离线的人工方式管理。然后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不能充分利用一些台架资源。然后实车和台架本身呢，其实也具备了一些较大的环境差异。然后每个测试阶段呢，其实它的测试环境也是比较孤立的，很难以覆盖组合场景的一些测试需求。现在我们引入云原生以后呢，通过了 K8S 的统一监控和管理呢，其实非常可以，可以很合理的安排一些测试任务，提高我们的一些测试台架的资源利用率。同时呢，我们也创新性的把一些 test case， 也做了一个容器化封装。通过了一些 K8S 的 job 调度机制呢，可以非常灵活的把我们的测试用例放在我们的不同的环境下面去交叉执行，然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测试用例覆盖了更多的一些场景。通过以上两种的一些应用呢，其实我们这边主要获得了三个方面的提升。第一个呢是在开发速度方面，平台提供了统一的容器化环境和依赖的管理方式和部署方式，降低了整个的开发门槛，提高了一个开发的效率。第二个呢是在软件质量层面，平台提供了一个多环境节点的一个统一管理，可以支持规模的自动化测试，并且是自动执行。
在使用成本上面呢，整个平台其实它的门槛是学习门槛应该说是很低，因为它大量的使用了成熟的技术，而且灵活的发布策略呢，也使得整个平台的架构的硬件环境可以非常高效合理的被分配和利用。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分享啊，首先车载硬件和算力的提升呢，带来了车端软件的一个新的发展。在车云协同的当下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技术来支撑汽车软件的一个持续的演进。其次呢，蔚来汽车基于 Kubernetes 加 KubeEdge 开发了一个云原生的车云协同平台，并且呢是首次搭载于我们的一个量产车型，这是云原生生态领域里面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那么通过今天分享，我们看到其实整套的平台应该说给车企带来了开发效率、团队协作等等方面巨大的帮助。但其实在整个的车端软件的开发和创新来说，其实今天的分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尝试，应该说后面其实还有非常广阔的值得探索的空间。而在KubeEdge 社区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后面与大家更多的碰撞和交流，一起来推动云原生技术在更广的领域的深入的发展。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好，谢谢大家。